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飞为武术由你讲嘅时间又到啦，李师傅你好，系陆会长你好，诶，咁我哋嘅个碌啊改咗喎，系啊，因为廿几集都做咗啊，我哋做咗20集啦，咁咧希望咧就改变个形象咧，俾大家清新啲，咁同埋咧，我哋希望呢个节目咧，大家都系继续支持啦，冇错冇错，咁啊，我哋希望就我哋解答到大家嘅问题，而大家咧多一啲俾啲回馈我哋，咁我哋最开心啦，好嘛，咁啊，我哋即刻进入呢个问答时间先，第一题咧就话。有時候咧練武練到腰酸背痛，請問有咩簡便嘅方法可以舒緩到痛楚咧，師傅？咁啊，其實如果舒緩痛楚咧，有好多方法嘅，譬如用一啲坊間一啲普通嘅按摩膏啊，或者沖一個熱水涼啊，咁啊或者自己按摩下身體咧，都可以舒緩嘅。但係呢個都係嗰個表面嘅工作，我哋反而咧著幾下就話，你為乜嘢原因令到你咁疲倦？ Okay. 會唔會係個力發得唔好？或者個姿勢唔正確，用錯方法，或者個熱身嘅做得唔充足，而令到你產生痛咧。反而你喺呢方面着手咗之後咧，正常嚟講，一般運動咧係唔會帶嚟太大嘅酸痛嘅。咁咧，我就諗下咧，即係呢個朋友可能就係佢有練完之後一定係有啲攰嘅。咁佢可唔可以即場咧有啲簡易嘅方法，即係令到佢嗰、那個頸啊或者腰啊嗰啲可以舒緩下嘅咧？其實有，我哋都會宣傳緊一啲舒緩嘅方法，例如我哋。擦背啊，用嗰啲擦背嘅方法咧，去點樣將個血液咧促進運行咧，嚟舒緩呢個酸痛嘅。冇錯冇錯，呢個都方法，大家睇到咧嘅就用個毛巾啊咁都去。好簡易嘅。係啊係啊 ，OK， 咁希望幫到你朋友，同埋咧即係最緊要嘅就係可能唔好太過量，即係啱啱坐嘅可能太過量咧，令到自己好辛苦噶嘛。好，咁啊第二個問題啦，李師傅，我經常喺網上温習基礎篇嘅動作都熟練噶啦。但係總覺得咧手腳冇勁啊，有咩方法練到提升自己嘅勁力咧？咁呢個好似之前我都答過類似問題，都係譬如一般朋友喺家居裏邊練習，訓到佢哋㗎係地方細啦，唔能夠將啲動作舒展啦。冇錯，咁你只能係嗰個動作上啊次序上咧記得純熟，咁或者少出街練習咯。冇錯，咁我係建議大家咧，盡可能出啲户外空間大啲，大家可以放大手腳嚟練習。咁另外咧，如果你話覺得啲手腳唔夠勁度喎，冇乜力量喎，你可以買一啲我哋跑步有啲朋友跑步咪用啲沙袋綁喺腳上面嘅，咁我可以買幾個，譬如雙腳啦、雙手啊，都可以綁住咧嚟做一個負重嘅練習咧，咁我覺得咧都係有一定嘅幫助嘅。慢慢慢慢去提升佢啊！係啊，冇錯啊！咁其實咧，我哋覺得如果呢位朋友佢都非常之好，你已經練到熟咗啦，嗰個次序啊，咁之後就可能個勁力唔夠。其實我哋其實好希望咧，就話如果係有工作坊一齊輔助咧，最好嘅。係呢個當初我哋原意咧，都係希望咧，透過工作坊咧，係改善朋友一啲不正確嘅動作啊，或者接受佢嘅提問嘅。咁希望咧疫情過後我哋盡快即係希望有更加落實到啲時間啦，咁大家就留意我哋個網站。我諗好多朋友都期待。係啊，冇錯冇錯。好啦，下一題咧就話呢個朋友問啦，武術咧就不離心法、手法、腳法、步法同埋身法嘅。佢問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佢哋之間嘅關係咧，師傅？哦，其實呢個咧可能呢個朋友對武術運動都有啲認識嘅。嗯。咁啊，呢個一般我哋練國術運動咧都會講手眼身法步。嗯。咁啊，點解咧？你手眼身法步，如果你手唔協調。個力咧就會直接到影響後邊嗰幾個，甚至乎我有手啊眼啊各方面都100分啦，我有一個身，佢做唔到，只係得20分嘅啫。咁你都將整個嘅動作咧係拉慢咗，做唔到協調性，就咧唔能夠快，唔能夠嚟得圓順啊，速度啊力量啊都達唔到效果。咁你講心法咧，其實心法咧一般就係講一個對敵嘅方法，或者你對一個招式嘅運用。如果你對個招式嘅運用你係了解嘅，咁你自然咧喺個手眼身法步裏邊咧，你會咧係有一個指導性。咁調翻轉頭嚟講，如果你手眼身法步練得好咧，你嘅心法咧就可以咧
從心所欲啦。嗯，冇錯冇錯。其實練得多嘅時候，已經自然會有個協調嘅。協調性強。即係其實咧，有時我覺得你嘅心係好緊要。譬如你話我想點去設計對敵嘅時候，可能你喺好快有個方法喺度。一個即時嘅反應嚟。係啦，但係問題你到點樣令到嘅手腳協調翻啊？咁啊，其實都係透過多練習啦。多練習啦，係啦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咧繼續係欣賞我哋嘅全年影片啦，或者重温我哋全年影片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影片。好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